我有一个梦，以我2/5的智商，长大一定能成为一个一手的科学家。一手？你以为买房啊？那是一流的科学家，匆匆爱钻研，人称小博士。我有一个梦，以我360度的美丽，一定能成为一个山寨版范冰冰。娇娇爱美丽，爱做明星梦。我有一个梦，以我108.88斤的重量，长大以后炒股一定能发发发，成为一个千万富翁，外号马千万。大军爱零食，顽皮小霸王。我也有一个梦，就是你们通通给我闭嘴，别以为自己是马丁路德金在发表演讲，老师在罚你们面壁呢。你一手的科学家，赶紧把那个没冲的厕所给我冲干净。是。山寨版的范冰冰是吧？你以后要是再带化妆品来托管班，我直接把你的脸抽成三角形，帮你省了整容削骨的钱。三角的？我不要三角的，我不要三角的。那么抽成一个瓜子的，再抽成一个高鼻子大眼睛。你给我闭嘴！再说的话，我就把你抽成龅牙。龅牙强，不准笑。马千万是吧？你要是再敢忽悠同学把零用钱给你拿去炒股的话，我就把你的屁股抽成花。饶命啊！别打屁股，不要打屁股。哟，别怕别怕，有猪奶奶在，袁老师啊是跟你们说着玩的，别当真呐。哎呀，你看看他们，一个小捣蛋、小公主，还有小霸王，简直就是混世魔王大联盟，弄得班里鸡飞狗跳。那也不能关洗手间吧，要是别的学生来洗手间怎么办呢？我看这样吧，鉴于这里的空气质量有待提高，还是把他们提前释放了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去睡午觉吧。耶！朱奶奶，就算你是好同学托管中心的老板，也不能这样惯着孩子呀。你这样惯着孩子，就不怕把他们惯坏了？怕什么？艾娇娇是公务员的女儿，马大军是企业家的儿子，还有王敏聪是超高智商的小天才，这样的德智体完美组合能惯得坏吗？您就放心吧，能进我们托管班的都是好孩子。不行，为了对这班小孩子进行强而有力的管制，我决定使出我的绝招。袁老师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，体罚学生是违法的。朱奶奶，我没说要体罚他们，我说的是选班长，让学生管学生。小喇叭开始广播了。小宝爱贫嘴，号称小喇叭。小宝，你又有什么要广播？那些谁上厕所不冲水、放臭屁熏死老鼠的事儿，可就别说了，本公主没兴趣。不是不是，那是不是外星人侵入地球了？也不是，是我们托管班要选班长了。选班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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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我要当班长，当了班长就不会再挨老师骂了。当班长不会被老师骂？那当然了，当了班长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，只有班长骂人，没有班长挨骂。我要当班长，我要当班长，就凭你们，笑掉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了。要知道，我爸可是局长。局长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我妈可是厅长。厅长？嗯，听起来好像比局长大哎。什么呀？他说的是每天睡客厅的厅长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切，厅长、局长算什么？我爸是董事长。那他懂怎么样把我变成大美女吗？那他懂怎么样可以把我变成小爱因斯坦吗？不懂。那叫什么董事长啊？应该叫不懂事长。怎么你们说了半天，原来是在说自己的爸爸妈妈呀？现在又不是你们爸爸妈妈选班长，是你们选班长。要比谁厉害，应该是你们自己比才对嘛。好，那我们比比谁更厉害。比就比，谁怕谁呀？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比你们厉害啊？呀，怎么样，我是不是比你们都厉害？呀，聪聪，你有什么比他们厉害的不？好，看我的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把袁老师吵醒就完蛋了。就是，你们不敢做的事情我都敢做，那我是不是比你们厉害啊？啊，这都行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。没事？那刚才是谁叫的像杀猪似的？那个嘛，他。聪聪。你干嘛那么大声叫啊？朱奶奶耳朵不好使，她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梦游，我梦游自己吓到了，所以才大叫的。小心撒谎了，鼻子会变长哟。梦游？那你们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不是午睡时间吗？我们听见匆匆大叫，所以跑出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他也撒谎了。是吗？这么短时间里面，你们竟然连球鞋都穿好了，头发也梳好了，衣领也整理好了。别告诉我你们会变身啊。袁老师，你可真聪明，我们真的会变身。又是一个撒谎的。闭嘴，分明就是在撒谎。老实交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老师，其实他们是在比谁更厉害。为什么要比谁更厉害啊？因为他们都想当班长。什么？原来你们都想当班长啊？托管班班长可不是你们想比谁厉害比出来的，可是要同学们投票选举才行的。选举投票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你们有谁想做老师的小助手，帮老师管理暑假托管班？我。袁洛，我的手暴力了。你大声说。哼，投不投？我请你们吃好吃的，你们投好吧？好了好了，请你们吃好吃。哎，方家伟，方家伟，你投哪票？我帮你写作业，教你好不好？雪糕券。没错，雪糕券，你想要吗？当然想啊，我最喜欢吃了。那你投我一票，选我当班长。你投一票，我给你三张。好好好，我投，我投。一言为定。嘿，王敏聪，你干嘛翻我书包啊？我帮你做作业啊。你帮我做作业？难道今天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嘛，是应该的。我帮你写作业，那你是不是选班长的时候得投我一票呢？我就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。
原来是让我投你一票啊！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但是划算的来了。你的作业我全包了。全包？对呀，怎么样？同意吧？好，我投，我投你。白色，红色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找我有事儿？这次班长选举，你打算投给谁呀？我什么？你难道不打算投给我？不。好，那就让你尝尝我的佛山无影脚。我投。算你识相。这回我惨了，我答应了三个人，可是我只有一票，我应该投给谁呢？哎呀，投给谁好？要是投给娇娇，让她从这个大军就不甘心了。要是投给聪聪，我大军和娇娇就不甘心了。哎呀，到底投谁呀？到底投谁呀？小宝，小宝，你怎么了？我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敢这样向你拉票，还有王法吗？这跟法有关系吗？当然有了，这个艾娇娇拿雪糕劝你有你，王敏聪帮你做功课，这叫做贿选，而马大军用暴力来恐吓你，就更加是违法。贿选？老师，贿选是什么意思？贿选就是你给别人好处，收买人心，贿赂选举的意思。哎呦，袁老师，你也说得太夸张了。我看呐，小孩子哪懂这些呀？他们都应该是闹着玩的，是吧？那也不能这样玩啊！我现在要去教育教育他们。哦，江家人，先问己，己不欲，既速己。没错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这句话出自于《弟子规》，意思就是要求别人做的事情，先要反省问自己愿不愿意做，要是不愿意做，要立刻停止要求，不能强求别人去做。嗯，答对了。袁老师，您这个跟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他们一个拿雪糕券去贿赂同学，一个以包揽作业来收买人心，还有一个用暴力手段来恐吓同学，强迫投票。他们现在就是在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小宝没有说不愿意做啊。就是。那换过来你们愿意做吗？不吱声就是不愿意了，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能强求别人去做。而且选举投票必须是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否则无效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孩子们都应该知道错了啊，知道错马上改正，还是好孩子。可是老师，那我们什么时候才正式投票选班长啊？明天。同学们，现在是你们履行选民基本权利的时刻，请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。好，写好名字的就放到这个箱子里来吧。
你刚才有没有投给我？什么？难道不是投给我吗？哎呀，大军您可行嘞！放开吧！刚才投票有没有投给我啊？难道你不想要雪糕了？放手！小宝，你刚刚投了我了吗？我，难道你的作业是不是投给我的？哎，小宝，是不是投给我的？是不是投给我的？哎呀！没想到，这结果竟然是他！他是谁？来，让我看看。哦，竟然是他呀！这是脑不脑袋都想不到是他呀！他！哎，这个他到底是谁？谁的派数最多？谁当上了班长？我，你这是快说啊！谁当上了班长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！你怎么不知道？你不是有双胞胎吗？我光听老师说，没想到啊，真没想到，竟然是他！可他了半天，你就是不说名字。不用猜了，这个他，也就是本少爷。同学们怎么会选一个暴力的人来当班长呢？要选就选我这种成绩优秀的人来当班长，我才是老师口中的那个他。得了，我们班就我一个美女，大家不选我还能选谁？我才是老师口中那个他，我才是那个他，我才是那个他，我才是。吵什么吵？你还有你都不是。那是谁？同学们，我宣布我们好同学托管中心暑假托管班班长就是张小宝同学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不是在做梦，我当选班长了耶！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又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不选我这种成绩优秀的学生来当班长呢？虽然是本少爷，我只是想对张小宝使用铁砂掌，还不算无礼，要把他打到地下去！嘿，老师，就那个马大军又欺负同学了。什么？这个马大军又欺负同学？看我不去收拾他！怎么了？袁老师，又怎么了？袁老师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朱奶奶，等一下要是张小宝过来找我，你可千万不要说我在这儿啊！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躲躲。袁老师。张小宝怎么了？你怎么老躲着他呢？自从张小宝同学当上班长以后啊，天天跟我打小报告，我整天顾着去训那些同学，我自己工作都没有做完，千万不要让他来找我啊！哎，袁老师啊，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啊，还得想个办法把事情解决了。袁老师，千万不要让他找到我啊！告诉你们，是他呀！
有我在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太臭了，我们都没法吃饭了。这，行行行，我这就去教训他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小宝啊，你知道怎样才能当好一个好班长吗？不就是谁做了不对的事要及时报告老师吗？当然不是啦，一个只会打小报告的班长绝对不是一个好班长啊。怎样才能当个好班长？首先得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呐。说得好，小宝，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。你以后呀，别来打小报告了，你先自己回去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。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。同学们，最近托管中心的厕所老是闻到一股怪味儿，你们要加强自身的卫生管理意识才行啊。所以我决定每天的值日生必须打扫厕所。老师，你刚才说值日生，值日生不就是唐静怡吗？可唐静怡没有来，怎么办啊？哎，是啊。那谁做啊？班长做。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班长，要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。哎呀。有道理，那就小宝做吧。啊 ！Oh my baby 哥哥，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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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身作则，以德服人。舒服啊，所以呢，我拉肚子了。听老大，你来了！现在以班长的身份命令你们去给我扫厕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班长。你们三个给我洗澡。梦想不等待，努力的向前迈，努力的向前迈，拥有特别的才艺，会让世界惊呆，打开甜蜜的笑，让年轻的心到自由的摇摆，拥抱美好未来，让每个愿望有更多的期待。期待。